应该可以了吧？应该可以了吧？我现在调日本时区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！要来了！我好兴奋！我们现在日本人啦，日本人！我们现在日本时区啊！看，我真的好兴奋！我天哪、啊！他笑得像个孩子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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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蛋！等一下，怎么会是日文呢？我看一下啊，因为我是日本人，所以是日文的，这没有问题。这问题可大了，我看一下，我时区还是日本的，应该没问题。日本人就是要干入。哎，我们重来，我们重新来过，重新来过，没事，没有问题。萨拉短发其实蛮漂亮的，海拉鲁公主。我是满星的，我满星的，这个是，这个是，这个是，阿伊波，他还在，他还在。这该不要跟恶魔神一样吧？但你要拿走我的装备，真的是不要哎、欸！比珠子还顺畅，这个就是亲儿子跟养子的差别、啊。珠子那什么 Game Freak 来的养子啊，虽然也是我任天堂旗下的，但这个终究是个养子。萨尔达哦，是亲生的、啊，这个亲生的给的优化、给的支援，哎，就是不同的。我可以爬墙，这个游戏怎么那么好玩啊？可以爬墙，哇！看到墙就可以爬，怎么这么好玩？圆个屁！原神新地图你妈干！画质不如原，看起来不如原神。为什么萨尔达越来越可爱的感觉？以前的萨尔达是这么可爱的吗？怎么觉得声音特别的温柔？加农。历史宅大快乐，怎么办？萨尔达怎么有点可爱？哇，拍照，什么时候可以手抽？这不是来了吗？要从他身上抽这只手，不要乱拿！还有，哎呦！啊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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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啦！干，我爱爱心！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それが大魔の剣。我爱大师之剑。他是碎掉，他碎掉了。我的大师之剑。我祖传的大师之剑，哪里可以付费解锁专业版大师之剑？大师之剑没了，公主没了，连血量都没了，干太惨了。对啊，又被脱光，我的英杰服呢？腐朽的大师之剑，攻击力只有一，代入感很好哎、欸，是不是？这才是手不，这才是游戏大赏，再讲手游大赏，游戏大赏好不好？拜托 ！Oh my go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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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又来了吗？又来了吗？注意了，各位 ！Oh my god！ 跳！我根本不知道我该怎么办，总之我先跳了。我看龙哎，龙哎 ，Oh my gosh！ 长按啊，可以加速，好爽哦！再说主机不够强啊！宝可梦表示你给我闭嘴，珠子表示我劝你是不要多嘴哦。这个比珠子流畅真的是没话说。在跟你在同一个平台上，看起来量体也没有比他小，这个真的是没得嘴哦。哎，他是不是有派给我一个任务啊？我要去这里寻找萨尔达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哦，这个是辣椒啊，暖暖草。先收集一些苹果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本游戏的精，哎呦，本游戏的精髓可以煮菜了。有敌人，西内。哈哈哈哈哈！
包围了、哦。这是能当武器用的吗？来了来了来了！哦！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哎，我的干，我的木棒着火了，靠腰啊！不是，我的木棒，我的木棒，哎，我的木棒着火了，换一根，换一根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OK 啊，收，哎，煮饭了，各位，好久没煮饭了。把苹果拿个几颗啊，再加个暖暖草啊，可以做一个好吃的炖水果。哎，辛辣炖水果就这样完成啦。哎，再加上一点点的暖暖草啊，一道美味的这个辛辣炖香菇就完成啦。哦吼，辛辣水果拌蘑菇，可以。吃个吃料理会不会太亏啊？哎，烤蘑菇在哪？他要教我火烤，差不多放在这个边边。哎，好像太烤了，好像烤太多了。准确的放在旁边，这是一个厨师的法。差不多了，专业的好不好？这就是一个专业厨师的修养。我们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正途上，这就是这个萨尔达传说的奥妙啊！你明明就是完全没有在干嘛，你不知道你在冲阿小，但你默默的怎么样，走上了主线。这就是我觉得这游戏最棒的地方，那个引导设计是潜移默化的。救急手 ！Oh my god！ 来了来了来了！哦，这样子这样子 ，OK OK。呼呼呼呼呼！嘟嘟嘟嘟嘟嘟嘟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连在一起了！啊，可以，也可以。太赞啦 ！Oh my god， 我知道了。两个钩子比较稳，拜托，一个钩子就够了。呜呼 ！Oh my god， 好好玩哦！救命！这个太好玩了吧，这个功能。有一种酷酷的感觉，但我不知道该用它来干嘛。我拿来做桥不太行，太短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哇，完美！你看，鸡鸡可以卡上去。杰哥的智慧，鸡鸡。哇，那是啥？你给我过来！我知道了。它就变得很大、啊，哦，我看到了，哦，你看好大哦，我不知道这啥玩意儿，但它很猛，这个一拳可以打死加农吧？我有一根超大的鸡鸡，但它有点难举哦，这就是阴茎过大症的困扰。OK， 可以了，看一下，我们可以往这走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弄吗？这样子就可以过很多地方啊！你们看，我就可以爬上去，有没有？杰哥的智慧你感受到了吗？只要有这个鸡鸡在，我就是无敌的，谁需要滑翔翼？哇，完了，卡住了。我卡住，我过不去，太大了！你给我了一个美好的过去。造船的时间，喂，这个帆歪了吧？喂，这两个帆太歪了吧？叠起来是不是？好像有搞哦。完美了吧！哎，喂，等一下，完美上去，等一下，
完美了吧，这艘船，天才，这艘船真的是杰作啊！干，怎么那么好玩呢、啊？这个玩意儿，让他们见识见识杰哥的智慧，又有新能力了。这个就是那个吗？武器连结，鱼料建造。哇、哦！我们用树枝，哦，好爽！请问有被树枝打过吗？请问这有几个圆？这个客气一点说，应该三圆起跳吧？一定是游戏不够好玩，才要工作干！你他妈的，我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了，跟过去的 AZ 不一样。不行嘞呀！哦，看拿这个好像野蛮人哦，好爽！玩萨尔达就是杰哥的工作没有？我也好想是工作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完美的，完美的。哎、欸，我这台是不是装反了？但是没有关系。敲打。哦，有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No，OK，OK、okay, okay。哎、欸，我卡住了！哇哇啊！我卡住，等一下！哇、啊，我卡住！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我卡住！我卡住了！干！救命！我回到对，请问我该？那我该怎么办？什么白痴没见过，就这种白痴，天才哈！哎哎哎！没有错，这才是真正的男人啊。哎呦，啊，完美了！哎哎哎，等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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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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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。好了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储存在这里。好了，完美，今天就开到这边。好了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拜拜。